还有场更大的游戏要跟你们玩，我等你们。起势，小心！开始计时。小心啊！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在向我们警方挑战。帮我开车。这次我倒想看看，这个苏敏该怎么选择。27岁的韩晨不会再弄丢你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什么都别怕。我一定会将你的伤势愈发，一定会让子母团阻止不复存在。没有对手的游戏不好玩。报告，刚刚出港的皇家艾斯卫号游轮突然从雷达上失去信号了。这台列车能不能抓住？自动驾驶系统已经完全被锁死了。快！我会救下来的，一定会救下来的。游戏越来越精彩了。游轮、卫星、地铁，全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。必须抓住这帮孙子！哪怕为此耗尽一生，也要让你爱上我。你做梦！都受死吧！苏明，和你拼了！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们是不会放弃的。